年自己上市的恩德，在结尾的时候也有这个站台上市或者是定理上市的集中。至尊三恩德上市，其次甘露半娇艳，前主相许虎热闹，甘年大恩其背虎。他这里说，至尊的这个具有三恩德的上市，就是灌顶、传输教言、传输续部，就密宗当中的三恩德的这个上市。那么这样的上市呢，给我赐给了像甘露一般，就牵出一切疾病的这个教言。这样的这个教言，让牵出自己相续当中无始以来的这个烦恼的这个苦热。所以以向导上师的这个恩德呢，就是也非常这个，以向导这个上师的恩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特别的这个感谢上师。因此他以这个感恩这个上师，请这个上师来生生死死的用慈悲心来就是维护我，用这个慈悲心来就是保护我这样的这个可怜众生。这也可以说是作者呢就是祈祷上师的一个就是祈请文。我们呢就是也依靠这种这个就是祈文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上师啊，就祈祷上师。下面就是上面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呢，就是他以这个诵词的方式来也再三的那个强调，所得珍宝赐人身，交春黄金更稀罕。如今倘若不修行，此后真得如是身。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获得的这个珍宝人生呢，就是比这个这个纯黄金就是还罕见，就是还这个稀少。如果我们利用这个自己的人生呢，没有好好的精进修持的话呢，那么此后呢，就是怎么活能得到就是这样的这种人生？就像吉檀菩萨所讲的一样的，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得。如果我们就是得到这样的人生的时候，没有利用它，没有这个精进修持，这样的话呢，非常这个可惜的，这也是非常愚痴的一种这个行为。因此呢，我们得到这样的这个非常珍贵的人生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精进的这个修持，自己获得一定的这个境界，就这一点呢，非常这个重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自身呢，就是不可能这个长久的，它的这个也可以生存呢，就是有限的。因此呢，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生的时候，应该值得这个好好的这个利用它，精进修持。相续烦恼生生烈火，加上恶劣之感行，而有自讽四处借，一次人生也难得。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呢，就是真身的烦恼烈火呢，也非常这个凶猛，也可以说是这个它是这个熊熊烈火一样的这个烦恼就非常炽然。再加上呢，就自己无始以来的这个恶业呢，就是就像是这个加上那个干的这个菜木材一样的。同时呢，在这个世间当中，就是到处都有这个恶有刺风，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祸森然的时候加上干菜，然后这个被风吹着的话呢，就是祸马上会森然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烦恼也很深重，再加上是以前的业力也是非常这个强烈。同时呢，就是现在不信佛教的、反对佛教的这样的这个恶友呢，就是到处这个遍满，一次人生也难得。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修持佛法的这种人生呢，从这个角度来也可以衡量，就非常难得的。就是一般不信佛教的，就像平凡的人生呢，就是这样的人生都是可能容易得到的。但是真正就是自己的业力啊、恶欲啊，从各方面讲起的话，那这个修持真正佛法的这样的这个珍宝人生呢，就是非常的难得。竭力布尽大地上，心心重则一佛难，功绩妙药不能生，一次人生也难得。再加上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戒律就是不清净，戒律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大地一样，就像龙宫菩萨所讲的那样，一切动物不动的万物的这个根本呢就是大地。那么这个戒律呢，就是一切这个功德，就出世间和世间的一切功德的这个根源。可是很多修行人的这个戒律呢，就是不清净，那么这个大地上的这个信心的种子呢，也已经这个腐烂了。本来呢，就是戒律的大地上有信心的种子，然后可以这个升起呢功德和那个恭敬的这个苗芽。就这样的话但是在我们这个现在的魔法时代当中，就是戒律不清净的大地上的信心的种子呢，也早已这个腐烂
呢，同时呢，就是对上市三宝的恭敬心的这个苗芽呢，就是也始终是不能这个升起呢，就是这样以后呢，看到这样的这种因缘，或者看到这样的这种这个恶缘的时候呢，真正这个修持佛法的人生也非常难得，就是真正呢信持佛法，对上市三宝有这个心性的接力静静的这样的修行人，也非常这个难得。文法之水，为应来，死悔更运为举笔，增进修行会补肾，一次人生也难得。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文法的这个水呢，就是应来，然后这个思维的这个地呢，就是更运，同时呢，就是进行产生那个修所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文法的这种这个水啊，就是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庄稼的话呢，必须要有这个耕耘啊，这个穗啊，会就这样以后呢，就是它的庄稼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不文法，就是文法的穗呢，就是它从来没有这个应用。再加上这文法以后本来是必须要这个精进思维，但这个思维的耕耘呢也不具足。这样的话呢，当然这个修行的这个庙会呢，就是不可能就是产生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的下满的这个人生呢也非常难得。他真理呢指的是这个下满的这个人生具有真正这个修持机会的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呢也并不是容易就是得到的。这个禅法后面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它有一部分一部分的这个教义，就是上面呢主要是讲这个人生难得，在这个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真正这个具有这个修行的这样的这种人生呢，就非常难得的，就是主要有这个意思。下面呢就是他就讲了一种这个说明无常和还有呢就是这个贪财的一些过患吧，就是主要可能这方面讲的。也复一月岁岁去，爷爷岁日二牛时，人数不能九寸牛，宁静道士四主千。我们的这个宿命呢，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一年一年呢，就是通过这个一月一月来这个这个牛市的就是每一个月呢，就是有这个就是月复一月，就是一个月过了以后呢，另一个月就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个一年呢，就是过了十二个月，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会牛市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月呢，就是有这个三十日，那么这个三十日呢，就是有每天每天的这样这个牛市。那么每一天呢，就是有这个24小时，24小时的每一个小时呢有60分，那么这样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过得非常这个快。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寿命呢就是是有限的，就是不可能就是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存留一世。所以我们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相信观察，如果相信观察的话呢，人的寿命是非常短暂的，已经到达这个四柱的跟前了，就没有什么怀疑的了。我们比如说在一个院子里面的这个牦牛呢，就是一个个的杀的话呢，还有一部分一样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去年到现在也是金刚降魔族的很多这个金刚道友的话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呢就是今年肯定要离开一部分，明年肯定要离开一部分，这样以后呢就是再过20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面就是能剩下多少人，这样以思维的时候呢真的这个我们已经到达了四祖跟前，就是这不过是前后而已。外地费镇空不度，非属空不度，雷在四道不调和，魔掌强夺自性命，人属难以救存牛。我们这个一方面就是刚才那个从世间的这种这个消磨时光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不可能常有的。一方面呢，将现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违缘来说，也是不可能就是存牛一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这个外界来讲的话呢，就是敌人啊、土匪啊、这个猛兽等等，就是这个恐怖也非常多的，就是外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地势、胡风等等，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恐怖，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什么时候抢夺呢？谁也这个没有把握的。在雷在自己的这个四大，就是四大呢也经常不合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是这个魔法时代的时候呢，真正这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般这个一年当中也是不得病的，可能人呢这样的人呢就是非常少，就是今天不痛，只是这里不痛的话是哪里痛，头不痛那脚痛，这样呢就是整个这个四大呢也平衡，同时呢就是还有突然的一些这个横死，就是一些外貌障碍呢也会有，就是强
来的话呢，不管是从雷位还是密集，从那方面来观察的话，自己的这个寿命呢，不可能就是存留于很长时间。就像我们这个风中的灯火一样，就是风中的灯火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就是这个一吹风马上那个就吹回呢，就是这是谁也就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尤其是这个生命无常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定结的话呢，我想是我们在座的这个修行人对这个这个修行呢一定会是这个静静的。就如果对这个宿命无常呢就是无所谓的感觉，就像现在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我肯定要存留很长时间呢，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修行无法成功的。死主所念一必好，今年明年即日中，何时套住不一定，凡起唱住大三秒。这个死主呢就是可以说是他的这种这个顺索呢就是已经这个准备好了。那么这个今年或者是明年今日或者是这个今晚，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套住我们呢，就是谁也这个定不下来的。确实这个施主呢就是他把这个他的孙子已经准备好了。你看我们呢就像是放在一个园子里面，就是该撒的这个牦牛和没有什么差别。然而这个牦牛这个撒牦牛的这个人呢，他拉着这个孙子，他就是套住哪一个，反正必须要就今年杀明年杀，就是全部要撒完。这这样的话呢，他把这个绳索呢就是到底套住哪一头牦牛呢，就是谁也定不下来。同样的道理，就是死猪这个阎罗族呢已经把这个这个死亡的这种绳索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到底就是我们这个谁该该谁死呢，就这是谁也定不下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最好还是放弃，我会这个唱住很长时间呢，我会唱住几百年几十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本来我们这个唱住几百年呢不可能的事情，最多也是就八九十岁。那么这个之前呢就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套住就是就不知道。因此呢就是自己有这个自由自在的时候，还是这个念一些咒语啊，然后这个关自己的心啊，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必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呢。为时方我不参怒，神与绿女福辛苦，中午自有气而去。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住宅屋，就是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住房，那么始终呢就是为了自己的房屋就是布这个炉穗吧，然后他的这个身体那也经常的是就是付出很多的代价，就是就开始这个这个摆泥土啊，就是等等，就是做很多事情。然后课里面也说我的这个房子就是可能要露风，可能要露水，可能要露什么什么，就是生意呢就是一直忙忙碌碌的就是为这个辛苦。可是呢就是终于呢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住在这里呢非常难说，就是最后一呢就你没有这个自由的就是一定会是离去的。听说我们寺院也是有一个就是学院里面吧，学院里面那天有一个老尼姑，就是他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天天的被那个泥土啊说是那个夏天的时候可能我的房子要露水，结果还没有来这个夏天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人们的这种常执的话呢，真的这个无法这个想象的。自己认为是我肯定明年还在，明天还在，但是我们的这个寿命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呼吸之间，谁也没有把握自己一定会是还存在。就是所以在这一上呢主要讲那个宿命无常方面的道理，就是讲的比较细致。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贪财啊，就是对这个时间的这种过患，就是涉及这个宿世的一些道理呢也已经这个说明了。所以在吃财物一正也不是他人，别是住地带祖师，舍不得种牛菜取。他真的说就是很多人呢我就特别这个喜欢我的这个菜脯啊，就经常呢就执着自己的菜脯，连这个一针一线也是不愿意送给别人，就是不愿意这个供养和这个布施。但是最后呢就是被你这个施主阎罗王就是带走的时候，自己呢就是根本这个舍不得这些财产，但是呢你这个意义不舍当中一定要这个离去，就所有的这些财产呢全部这个留在人间了啊，自己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得这个一针一线。有时候看到这种这个情景以后，人们的这个愚痴心，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有些大富翁们的话，那就是他就日日夜夜，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所有的家里所有的亲戚的人呢，就是在这个三四代当中的是根本就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过活的，但是他还要去积累，还要去劳累，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最后呢自己也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离开人间的，就是正是有些人们的这个愚痴。
管是平平暮色四弃而去，他说有些人们呢就是说是我的这个亲戚，我的朋友，我的这个父母呢对我恩德非常大，我不愿意这个抛弃，我不愿意认弃，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呢就是长期就是住在一起。可是呢就是一旦就是当你这个受到了四柱阎罗君的护环的时候啊，就现在你已经受到了这个四柱阎罗君的护环的时候，你虽然不愿意这个离开他们，但是呢就是这个你一边频频的这个目视他们，一边呢就是不得不这个色气他们。一些我们世间的人们呢就他特别特别贪着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但是呢实际上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得不色气，尤其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们都特别这个贪着那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不瞑目，可是呢这也没有什么这个用的。因此我们一般那个离开这个死的时候啊，就是在死的时候呢最好的是在临时的时候不要像一些这个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啊，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在人生旅途当中的暂时的一种这个就是可以说道友一样的，就没有什么这个可贪执的。对自己的财产贪执的话呢，对自己这个往生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对自己的这个亲友如果贪执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修行和境界呢也有很大的障碍。因此呢我们这个离去的时候呢，纪念的是也不要这个像什么这个亲朋好友，如果他们不在身边的话呢，我像是可能就是好一点，就是在身边就是他们一直哭着的话呢，就是可能很困难的。还说世间事的度俗，一以重的二寸板，时时好时时好毛衣，必舍神是此景称慧心。他说世间上的大多数的人们呢，就是都认为是世间的这些事情呢，就是非常这个重大，与意义重大，因此呢，他就日日夜夜的奔波去这个承办这件事情。可是你老人家死的时候呢，连一个号码也是无法带去的，必须要这个舍弃的。你想到这些道理的时候呢，真的人们的这种愚痴心，人们的这种这个颠倒心呢，就非常这个可笑的。一看到是真的很灰心的这个事情呢，本来呢就世界上的这些意义呢，就是不是很重大的事情，真的对自己的生生世世的修行和对自己的生生世世的安乐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世间的人的这个行为啊，所作所为的话呢，不是很重要的。可是大多数的世间人呢，他们都说是我没有这个修行啊，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我有重大的工程，我重大的这种这个事情必须要承办，没有承办的话呢，就是不行的。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这个修法呢一点兴趣的是没有。可是你死的时候，你这个一辈子当中的这种所做的事情呢，全部要这个舍弃的。你真正这个深深的思维这些道理的话呢，人们的这个愚痴心是真的这个无法言说的。所悟空现修正法，许财这个许己财物积福德，职业是地官土事，我为顽石对水说。他说世界上的很多人们呢，就他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们呢就没有这个修法的这个空闲啊，人们都说是我很忙啊，就现在我没有这个修行，我以后老了或者是我以后那个就是退休了，以后就是能不能修，现在我对这个家里的事情必须要这个负责任。这样呢就是他日日夜夜的积累一些财产呢，积累一些时间的这个负责，但是你到了世间的这个关头，也可以走到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你说我就是现在这件事情是没有完成，就是对谁说呢，就谁都就是说也没有什么这个用的。因此呢，我们现在有空闲的时候呢，自己应该这个精进修持。自己如果没有这个下决心的话呢，就是时间的这个梭梭永远也是接连不断的，就此起彼伏，就像岁的波纹一样的，不可能让你这个有一个空闲的时候。所以历代的这个高僧大德们也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做出就是不问这个任何人，就是法智仁波切也做了，就是这修法的时候呢，就是不用问父亲，不用问母亲，就是自己做出，就是跟任何人都不要问了。问的话呢，就是他们都说是啊，现在不要，你以后才修行。那么这样的话，自己到了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你就是对谁说呢，就是你把这件事情没有完成说的话呢，那就谁也就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前那个弥勒日巴就是很多高僧大德也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自己有自己呢就是有这个自己能做主的时候是一定要这个修行，不然的话是你到时这个
事情没有完成也是必须要离开的。今世亲自修佛法，终是世间之所舍，今生后世教解处初三法为为简历。我们这个修持三法呢就是非常重要，除了这个三法以外呢，就真的没有见到就是最这个有理的事情呢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们是非常这个愚痴的。如果你真正知道的话呢，时间法和佛法两个呢一定要这个修这个佛法啊，这个佛法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个来自生生死死的一个重大事情啊，所以这个时间法的话呢仅仅是就是一百年之前的一件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人们是这个非常愚痴，真正来说的话，有慧眼的人一看，除了这个修持三法以外，没有这个见到更重要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根本不知道，还听整天都是忙忙碌碌时间法，真是非常可怜。若有财物称富翁，有财物法世间人将属恶鬼即可国，若佛二舍当相用。他说这个如果有这个财物的人呢人们都是称为是他是这个富翁啊，就是有财富的这个人呢就人们都称为是他是这个很了不起的富翁。但这些有财的没有这个佛法的世间人的话呢也非常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来一定会是转生到这个恶鬼当中。恶鬼当中这个非常殊苦的时候呢殊苦的时候呢，你如果当时真的成有富的话呢，就是应该值得享用。可是呢你这个富翁今生当中呢就是你这个吝啬非常这个强，这样以后的话将来呢就是转生为恶鬼。转生恶鬼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福报全部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当时有本事的话呢，你到时候这个相用看你这个能不能这个相用我看到时候可能很困难的。因为当时在恶鬼界当中呢，你像这个相用的话也是实际上是这个丝毫意思是得不到的。因此我们世间的这个富翁也有时候看呢，还是他们沾湿的一种这个富贵之人。永远的这个富人呢就是这个修行人就是沾湿的这种富翁的话呢可以说是世间的游戏富翁。但是你死了以后呢就是你很可能就是转身为恶鬼当中。这样的话到时候你有没有这些这个相用啊？无财有法修行人，今生别成其穷其改来世多数圣善去三法富足放有理没有这个世间的财物的这个有佛法的这个修行人有佛法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今生当中都是人们都称为是这是这个穷乞丐，这些这个穷比就穷乞丐有这样的这种称呼。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些修行人就将来呢就是转身为这个善举，而且这时候这个三法的这个辅助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真正这个我们今生当中穷一点，今生当中这个条件不好，也实际上是来自生生世世的大事。我们有些这个山里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我相信现在也是生活很多人真的这个很困难的就是不要说是在这个一些大城市里面的这个富翁，就是连一般的这个世间人的有些这个财富都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穷呢，就是来自生生世世呢自己称这个富翁的因。因此呢要考虑到这个长远的，有这个真正的这个长远的这个目光的人来看的话呢绝对是自己的真实的这种贫穷呢就是不算什么这个穷了。所拟世间至亲有不得和谐之有盘以三法跳想许孙子正宗称其友。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已经离开了世间的亲友的话呢，得不到一个和谐的朋友我这个现在很孤独我的这个爸爸也没有，妈妈也没有，还有那个舅舅哥哥什么都没有，就坐在这个山里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我非常孤独非常痛苦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亲友都没有，就是没有一个这个得温暖的这个非常痛苦。有些人是这样讲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以这个三法来调伏你自己的相续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孙子孙宗们呢就是称了你的这个朋友，你不应该就是这样这个伤心的因为呢我们这个调伏自己心的相续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这是最好的就是朋友，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通过看书的话，我觉得是有些这个看书就是依靠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们的法本的话呢，这也是这个很好的这个友伴。再加上呢就是你的这个行为见解都非常这个相同的这个孙宗孙子们呢，就这也是你的这个道友。所以实践的这些友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用处，实践的这些朋友的话呢就整天都是让你这个造恶业，整天都是让你呢就是在这个三乱当中就是度日子，就是他们呢就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然后孙子的这些僧人们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很多行为呢就是劝你这个性子散吧。所以呢我们
这个有些人，尤其是刚来的，或者是以前的有些人呢，就是很像这个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啊，这样的话，一方面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范夫人，一下子就制止这些这个恶念的话呢，也很困难的。但有时候呢，应该道理上这个想一想，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话呢，始终是让我这个学一些不好的这个行为，但是在这个极尽善善的这个孙子们的话呢，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我们不要有这个孤独啊，就是寂寞啊，痛苦啊，就是这样的感觉，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说是也是一大障碍，因此自己呢就是自由自在的住在自己的这个小屋子里面，然后唱这个大悲的这个歌啊，大圆满的这个舞蹈歌啊，就是这样还是这个非常好的，不然的话呢，这个上师出去一天也是这个眼泪流下来，道友这个出去一天也不行，整天都是这个流泪呢，始终是就是他的这个牛脸呢，就是整天的是这样，这个牛着的话也不是很好。从不念及知识往可可生生大胆说，帮台湾人做操作，不就自己也理事，就是现在有些这个有些上市的话呢，就是他自己根本不这个想念，不意念就是自己的这个色网，但是口口声声的大胆的说，我要今天就是超度你，我要今天帮助给这个人念经超度念破啊等等，其实这些人呢就是应该这个反观自己，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不可能有于很长时间，就是你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会离开的，所以华智仁波切在念那个破啊，就是那个破啊的这个后面吧，就是王生法的这个后面有一个戒指，什么让我们从荣国解救中，就是念自己的无法这个操作，还在别人面前就是就口口声声的就说要超度，就是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个有些人帮这个别人这个超度，帮别人念经的人呢，自己也应该要这个最起码也死亡这个一念这个死亡，如果你看到别人的尸体的时候自己也无动于衷，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呢，说明这个无常这个修得不好，如果无常修得不好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别人超度呢，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能起到作用的意思。谨慎称是称能人，就是称能人，敌匪称英雄，随意造罪称智者，颠倒是非红尘事。他说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就是如果有些人呢能称办近似的事情的人呢，就是认为是能人，就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还是很了不起的能人，就这样认为的。然后呢就是能相互那个一些敌人呢，就是然后这个土匪啊等等的话呢，那么他们都认为是这是这个英雄啊，就是用这个试图来打别人的话，是这个人很英雄的。然后这个近身的一些高生意呢，龙武啊赚钱呢，这些做的话呢，人们都认为啊这个人很这个能干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所以造罪成智者，他就随随便便自己呢就是这个随心所欲造了很多罪的话呢，人们都认为是这是智者。所以在这个红尘世界呢，就真的是非常这个颠倒的，他是那个什么这个黑别颠倒的这个一个世界。如观如假观察如二邪谨慎受用睡圆满，无自有其他人相他人相，无三恶业毁灭因造罪智能成能人算能人。他说这个在仁波切说，如果我们好好的这个观察世间的这些一切这个所作所为的话，真的这个跟儿戏没有什么差别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儿童的这个游戏呢，就根本没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呢？今生当中这个殊用虽然是个很圆满的，但是自己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享用的，就是终于呢就是别人会这个享用的，再加上是这个成了一种不三业的这个印，就是前别不三业之意，前别不三恶业因，就是这个毁灭两个盖一下，毁灭两个盖一下，就是前百不三恶业因，就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财产的话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成千上万，也可以说前百不三业的这个根本因。造罪这样的这个造罪，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些人这个赚钱呢，整天都是搞生意呢，那么这些人呢怎么会是变成这个能人呢？实践人就是你做的再好也实际上是造恶业的因，就是他根本不算是这个能人。所以人们的这种愚痴心呢真的非常这个强烈。我们实践人呢就是经常这个人是很能干的，比如说这是一个科学家，这是很了不起，但是这个科学呢就是最后就是危害了多少个众生的生命啊，那么对
对这个世界呢，就是也很容易这个坏坏的，就是现在有些科学家做这个发明的一些这个科学仪器的话呢，如果这些科学仪器在恐怖主义的有些人的这个树上的话呢，这个人类呢，就是可以很快的时间当中会这个坏坏的，但是他们也是这个干引用，就是也能引用，所以这算是能人吗？人们的这个愚痴性真的可笑。外地土匪父母亲呢，心无这个宁年逆人慈，恩将处报开于民，怎能不如英雄呢？刚才有些人呢说是这个坏坏这个原地的话呢，这就是英雄，这也是非常颠倒的一种行为。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些这个敌人呐、或者是这个土匪啊，这些都是全部是无始以来当过自己的这个父母，实际上是跟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这个父母呢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对他没有一点这个悲悯自信，然后用这个锋利的这个武器呢，就是刺杀他的这个身体的话呢，那你肯定是这个恩将出宝的人呢，你已经开启了这个地狱的大门。那这么回事，算是他这个捏入到就是这个英雄的行列当中呢，就是怎么回事这样呢？所以呢，我们有些世间的人都是当然讲的是这个杀害敌人呢，就是称为是这是英雄，什么这个英雄黄继光英雄什么什么，就是说的也这个很英雄啊，他用石头来打别人啊，这个人很英雄啊，他用开枪啊，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非常这个愚笨的一种这个行为呢，就是这是这个非常这个愚笨的行为呢，怎么会称为是这个英雄呢？从此怒上杨家人，汲取信财杨亲友，诚实佛法通尽心，汲嘴正能算智者。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他就从此一些这个龙武啊、商业啊，以这种这个赚来的这个钱呢，就是养家自己的人，或者呢，汲取一些信财，就是养这个亲友。他呢，把这个时间法和佛法呢，就是同时进行，造了很多的这个罪。那么这种人是怎么回事？称为是智者呢？这些也是有吧？这个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很有能力的。他把这个佛法也非常精通的，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心财呢，就是也非常多的。他就经常呢，就是抚养自己的这个家人啊、亲戚朋友啊。佛法和时间法是同时进行的话，这根本不是智者的，就是对这个家人和智者对这个亲友呢，不一定有这个利益的。举与近处每以日三门进进信散法，若所近色也误会来者，这个能人暗罕见，就是真正的能人呢就是这样的，但是人们呢就根本不知道。举在这个寂静的地方每一日呢，就是自己的三门呢，就是自己的三个意呢，进进于信次散法当中，如果进行当中事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会有后悔，这样的人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能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真正的能人，但实际上是知道这个人也很罕见的，真正能做到这样的人也非常罕见的。我们住在这个寂静地上，每日呢就是自己的三个意呢，就是全部信次散法当中，那最后的话呢，我今天事的话呢，凡是我这个今生当中也是修的还差不多了，已经这个修的更不错了啊，今生事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后悔的。到了这种境界的人呢，真正的这个有能力的人，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人们当中呢，就是有多少人就是住在寂静地方，就是自己不后悔事的人呢，就是有多少人？很多人呢，事的时候可能很后悔，我造了很多的业，还没有这个来得及忏悔，真的很可怜呢。就是这就是不是这个能人呢？真正的能人从小就是这个信持三法，但有些人没有这个从小信持三法，在晚年的时候遇到佛法，你好好的禁止这个信持三法，事的时候没有后悔，也算是这个能人。看是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如今也非常罕见。烦恼原地行起事，回悟背信人，这个人什么这个安人生，如狼摒除烦恼地，来证英雄然罕见。这个烦恼的原地这个心生的时候呢，你拉起这个大悲心的这种武器啊，就是大悲心的这个大悲心和安人的这个武器，然后呢摒除自己的烦恼的原地的话，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英雄。所谓的这个修行人当中的英雄呢，并不是你拉着石头或者拉着棍棒呢打别人的这个头上，把别人呢弄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呢你称为是英雄，这不是我们这个修行人的所为。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所为呢，当你生起贪嗔痴的烦恼的时候呢，你用这个背心或者是这个安忍的这个武器就是拿起来，然后呢根除自己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烦恼，这种人呢就是称之为是真正的英雄。可是真正的能断除自己烦恼的这样的英雄呢，如今也是非常这个罕见。神不放以一进处，一不放以长背阁，
放以唱背歌，一部放以秀背秀刺背，来真正智者让汉奸。真正的这个智者是什么呢？身体呢不防疫，经常就住在寂静的地方，然后语言呢就是不防疫，就是经常唱起，就是对轮回升起那个就是厌离心，对众生呢升起大悲心的这个唱起这个这种悲歌吧，就是唱起悲歌。然后这个悲歌也可以，或者是真我的这种无歌也可以，或者真我的道歌，就是这个信呢就是不防疫，经常这个修悲心，就是那么这种人呢真正的智者。我看我们这个寂静处的很多修行人呢，身体不防疫还是住在寂静的地方，语言呢不防疫，就是成天的是唱那个悲歌吧，就是有些是痛苦，就是非常寒冷的这个悲歌，有些呢就是饥饿的悲歌，就是对整个轮回呢就是升起这个厌离心，就是对众生呢就是升起这个悲哀，就是法王如意宝和摩诃仁波切的有些悲哀这个吧，有些呢就是对魔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升起这个悲哀之感吧，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也唱那个即兴唱道歌，就是这种呢就是叫悲歌。然后这个心呢就是经常的是不防疫，就是经常对众生呢就是修悲心，那么这种人呢就是真正的这个智者。你告这个世间法就是再有智慧再有能力的话呢，这个呢就是不称之为是智者。详许近乎药在松真言之禅，衣服如追逐什么这个夺嘴怨行暴露出婆姐路本切磨背，就是他曾经呢像就是按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必须要这个素质清净的戒律，可是现在魔法时代的很多人呢就是将许这个素户的这个腰带呢就已经这个松了，本来呢就是以不防疫的这种这个腰带呢就是紧紧的松这个就是紧紧的算紧自己的这种这个相续吧，但是相续素户的这个腰像腰带般的这个相续素户的这个真念也可以说这个不防疫呢就是已经没有了，然后真知真念和这个自惭忧愧的这种这个衣服呢已经这个脱落了，再加上多嘴的这种原型呢就是已经这个就全部这个就是暴露这个出来了，所以这个破戒的这种这个裸体呢就是在这个人们面前这个奔波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不庄严，一般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穿上这种这个就是清净戒律的这个衣服就是以这个真知真念的腰带和以真知真念的这个衣服呢就是用这个不防疫的这个腰带来就是算上，就是这样呢就是不会这个露出自己这个破戒的这种这个身形，但是呢现在很多修行人呢就是露出自己的这种这个破戒的这种裸体，就是在人们面前就是非常不庄严，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做。允许为以上事实行简拍北告吾和卢都汉年唱宣吹若待此时罪名，你就是他说这个丁上呢就是应该唯有这个上士的这个装饰，行简呢应该配上这个背心的这个告吾和然后卢都的这种这个汉年呢就是还是在这个宣吹中就是宣吹中，这样的话是这种装饰品呢就是非常的庄严，实践的这种庄严呢不一定这个很庄严，意思就是说经常在定上呢就是关注自己的上士，心里呢就是经常修这个大慈大悲心，然后自己的行为呢就是不理这个如度，这样的话呢就这种这个修行人是非常这个庄严的这个定上也有定式嘎乌火，也是这个金子的嘎乌火银子的嘎乌火这个背心的嘎乌火也是很好，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定上就是带着一个护尼嘛，然后那个就是心间呢就是有个空的这个嘎乌火，一点背心的没有这个装背心的话，光是一个空的嘎乌火呢就没有什么这个用呢，就是还这个行年什么这个这香年呢香年就是香年是什么这个马拉双会，一般出家人都是香年也没有，但是出家人呢就是带着这个香年是还是不是很好的，就是什么那个象牙珊瑚就是有些逆宗这个出家人也是现在这个希望金刚降魔主都不要学一些其他的这个有些逆宗的这个项链呢，就是这个项链呢是在家人的这个项链，你如果真的要像这个戴一个项链的话呢，卢度的项链就是戴上好一点，不要把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象牙珊瑚还这个天珠就这些都是在家人的这个项链，出家人的话呢一般这些
些装饰品全部一律都要这个设计，就是你最多还是有个干物活，但干物活呢就是也不要成为装饰品，装饰品的话呢就是你已经成了这个在家人和没有两样了。哎，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架子瓶子是已经成了这个装饰品了，哎，这样可能不是很好的。就是如果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经常掂量的是这个修上舍，心里呢就是有背心，然后呢就是心为呢就是不离入度的话，这就是最这个庄严的这个修行人了。神虽这个身体呢虽然这个佩戴什么这个这个只佩戴这个这个珠宝的这个眼舌，然心烦恼浊水染毛处八法智处劫诸佛菩萨牵制处，虽然这个身体呢就是身上呢就是带着很多这个玛瑙珊瑚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珠宝，但是呢这个你心里面呢就是始终都是这个身染烦恼的这个污水啊，就是心里呢就是烦恼就是非常强烈的话呢，会冒出这个世间八法的这个出息，这样的话是诸佛菩萨呢根本不会这个喜欢你的，会这个牵责你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身上这个世间的这些装饰品呢不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心呢就是冒出这个什么这个烦恼和这个世间八法的出息的话呢，那诸佛菩萨根本不会，甚至也不会高兴的，还有那个诸善知识也不会高兴的。诸诸诸属故乡都属上相许坦诚坦诚业繁茂恶业化骨骨累累，若想暂断解脱命这个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这个他的住处也可以说是这个住所的话，那就是是故乡，就是故乡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故乡的这个度数上呢就是会增长那个贪嗔痴的这种这个这个宿业，然后同时呢就是恶业的这个开花呢，恶业的这种结果呢也会这个成熟的。如果我们享用这些这个果实，享用这些果实呢会这个断自己的解脱的命啊，就如果你度数上的这个这个度物呢就享用的话呢会这个死的。同样的道理，住在自己的这个家乡，然而这个享用这个贪嗔痴的这种恶业的话呢，一定会是这个一定会是就是没有这个希望获得解脱的意思吧。古以富勇独武者，无智慧人住家乡，一念四往全集者，住也仅住也发藏寂静山。就是故意呢就是服用了这个毒的这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智慧人的这个行为，就是没有智慧人的住一般这个住处呢就是住在这个自己的家乡，然后一念四往的人呢就是他这个全心自己他呢就是住在这个一切法宝一切功德来源的这个寂静地方。所以人们呢也有这样的差别，有些人呢故意害自己，没有智慧人呢他愿意住在自己的家里，经常呢就是往这个教里跑吧，就是在一个月当中有时候都是来回三四次，就是有些这个修行不好的人呢就经常往家里跑，但是有些修行比较好的经常这个一念这个四往的人呢，他还是这个全面自己，然后呢就住在这个一切功德来源一切发藏这个根本的寂静山里。行此愿懂妙供典成为世人印礼主，笔者美名传四方，以此可变现礼者。如果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他会住在这个岩洞啊，或者是这个山洞这个非常疏妙的这个宫殿当中。那么这样的这个宫殿，或者是这个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已经成为了世间上人们呢就是恭敬定礼的这个对景了、恭敬定礼。他的这个名名呢，就是传放于这个释放啊，就是传遍于这个释放。所以呢，依靠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辨别这个好的修行人和不好的修行人。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经常在住在这个家里，就是享受自己家乡的度岁，那么他呢就是不好的这个修行人。有些人呢就是始终是住在这个岩洞里面，然后呢就是就仅仅修持着的，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可以辨别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好坏。因此呢我们也是应该发愿这个生生世世住在这样的这个仅仅出发我看我就今天就是讲到这里吧，就是这个后面的诵词部分呢可能要每天阿巴达比丘，就是阿巴达比丘呢就是当时那个他在说法的时候是有一个母狗就是听到了这个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这个发的功德以后呢，后来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
三十三天的这个天神，就是或是活到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神啊，所以呢啊，还有以前有一位这个比丘呢，就是他在早上送那个般若经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屋檐下有一个这个燕子，后来这个燕子呢，就是去世以后转到这个人身，就是然后活到这个比丘界以后呢，就是别人这个送那个般若经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这个楞白送，所以这个前世的这个习气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因此，我想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也是获得一份这个功德，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获得一份功德，也是对大家都是有利的。